非常感谢哦，这一次这个白沙屯妈祖哦，能够从我们斗六分局辖区哦进来哦。那从昨天早上，我们从林内乡接驾之后，那妈祖就是我们这个白沙屯妈祖哦，来到这边，除了乡亲非常兴奋以外，我们斗六分局的这个远景同仁哦，也非常的开心哦。那就是怀着这感恩的心情，然后来服务我们的香灯脚，希望我们大家哦，在这个进香绕境的过程一切顺利平安，也希望妈祖保佑我们斗六分局的辖区所有的居民都可以这个在这个治安平稳，然后交通顺畅，然后让大家哦都可以安居乐业。谢谢，谢谢。